今天没有做菜吗？故意让他看见我的鸡腿。原来好吃的都放在面里面。别说了。我都看见你的鸡腿了。原来还不止一个。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想吃自己去买。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啊，天天吃这个面。就是不给你，谁要你喜欢吃独食。啊，老公肯定以为辣根放羊排里面了，我偏给你放扣肉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个羊排全部是芥末。
别跟我了啊。哎呦我的妈！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1天。有人。哎呦我的妈！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2天。有人。
有人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哎呦我的妈！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3天。要是自己做。有人他说话我买了你想知道我是鸡蛋我会从旁边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我再放进来好不好？我乐意。这算不错。有人。
啊，真香！哎呀，没有吧？吃，那你一个人吃。哎呦我的妈！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4天。你别偷懒，你让出去。饺子。啊，真香！哎呀，土豆。哎呦我的妈！有人。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36天。别说他。有人。贱娘们儿可不想好人呢。
哎呦我的妈！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46天。有人。什么味道？你这个是什么？哎呦我的妈！有人。跟不会做饭的老婆冷战的第47天。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有人。
急什么急？贱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哎呦我的妈！有人。要想个办法吃点虾。有人。叫你吃独食。哎呦我的妈！怎么了？
哎，真不错，今天还有骨头汤。往里塞。又吃独食，一会让你好看。拿黑糖，黑糖最有用了。你看老公对你好吧？有人。我的电话在这里，是你的电话，你去接啊。就我拿下。你去接啊，我不去。啊？有人。